这间类似抖音美好奇妙夜舞台效果圈酷，整个舞台按照抖音的 logo 打造，加上后期的光影效果，很是震撼。这场晚会请来了很多当红明星，可以说是大咖云集，其中有蔡徐坤、关晓彤、李宇春、王力宏、罗志祥、大张伟、邓紫棋、宋茜等当红明星，就连很少出镜的歌手朴树也请来了。抖音这是下血本了吗？请来这么多明星，又打造了这么炫酷的舞台，整场晚会的确是很令人惊艳。抖音似乎已经融入到了大家的生活，有事没事都拿抖音拍一下，记录一下自己身边的生活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短视频拍摄方式，让更多的人乐在其中。拍短视频很快乐，看别拍的短视频也很开心，这也是抖音能赢得这么多用户的原因吧。这次抖音奇妙夜由天猫赞助播出，也算是为天猫双十一的宣传提前预热了下。晚会上演唱的许多歌曲都是抖音神曲，现场气氛高涨。目前来看，抖音活跃用户还是很多的。你觉得这种短视频分享生活的方式会一直火下去吗？原创作品尽职转载，搜索影视相对论，关注最新消息。